二十八节，这个妇人把她的水罐子丢了。为什么妇人把这个水罐子给丢了呢？水罐子对这个妇人有什么意义呢？她到井旁来的本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？妇人是为水而来的，如今她竟空手而归，为什么这样呢？水罐子是她寻找水源的器具，没有了水罐子就解决不了她口渴的问题。因此水罐子对这个女人而言，对这个妇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现在她丢下了，离去了，这妇人一定找到答案，比这个水罐子还要重要的答案，她可以永远不渴了，哈利路亚，因为她找到比这水罐子更好的东西了，阿们。在此之前呢，这妇人只是依仗着这个水罐子，他必须靠这个水罐子来过日子。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也是像这个妇人一样，我们总是依仗很许多的事情，我们以为这就是我们的保障。我们说我们一定不能丢掉我的工作，我一定不能丢弃我的学业，你总是捉得牢牢的，捉得稳稳的，生怕失去它一样。这些东西就好像水罐子一样，你捉住不放。难怪我邀请你来参加查经班，你不来，我叫你出席祷告会你缺席，因为认为你的水罐子比较重要。但我想告诉你的是什么？假如你真的有耶稣在你生命当中，这个水罐子不再是重要的。像撒玛利亚妇人丢弃了，不再需要这个水罐子，因为她有活水了，她有耶稣，阿门。她依然使用这个水罐子，但你不再成为这个水罐子的奴隶了。今天主耶稣说他要让你得到自由，以前被水罐子捆绑的他，如今他得到真正的自由了。今天我不知道你的水罐子代表的是什么，撒玛利亚妇人的水罐子意味着他的生命，所以他丢弃了他看为重要的水罐子，因此他的生命得到了改变。然后29节，他放下了水罐子，去那里，去到人群的地方传扬说，我找到基督了，因为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事都说出来了。他本来是怎么样的这个人啊，这个妇人啊，有了一个奇妙的转变，是他没有期待的。他本来打算在炎夏之下偷偷摸摸拿着水罐子来到井旁提水，他万万没有想到那边有站着一个人。可能他回去的时候他还要提着更沉重的水罐子回去。现在如今圣经说他放下水罐子，他获得自由了，因为他获取活水，他愿意将这份喜悦分享给众人知道。你看到没有，耶稣进入你的生命并且触摸你生命之后，你不必让任何人告诉你你需要去传福音，去告诉别人耶稣怎么样的好，耶稣有多么的棒，因为耶稣从你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当你尝到这个活水之后，你里头涌出活水的江河来。如果主耶稣真的在你里面，你自然而然会带人到耶稣的面前。我这耶稣活在你的心里面，你不得不告诉他人。今天你的全年发生了什么？你的全年出了什么问题？为什么活水不能从你身上出来？今天你会坐在这里，我会站在这里，是因为有一个人把你放在他的心里面，为你祷告，鼓励你来参加教会。他可能邀请你很多次，你放他飞机，你可能讲很多的理由借口不来，到最后你最后还是来了，你也信主了，你也坐在这里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，种子啊，人家不断的种撒种，因此你能坐在这里，但是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停止了。
今天你看耶稣是十块钱的事情呢，还是200万的事情？好像刚才我讲的故事，如果你认为接受耶稣是一个非讲不可，你的生命有奇妙的改变，上帝为耶稣为你做何等大的事情，你不可能不说的。有时候我在想啊，那些 supermarket 的卖东西啊，折扣啊，还有买一送一的东西，或者那个 restaurant 有你去吃有折扣半啊，有五折啦、七折啊、八折啊，你都会订。人家要冰胡椒，胡椒要冰个 discount， 要冰 to member free， 我们会去告诉别人的。特别给我五千多位，我们可以去告诉人家讲，哎，那边有鸡饭2块钱的鸡饭，我之前有一个店在卖2块钱的鸡饭，告诉人家，哎，2块钱鸡饭你去吃啊，你去吃，我们没有得到什么好处，我们都努力去做。可是今天，耶稣在你生命当中做何等大的事情，我们连谈的兴趣都没有。来的两件事情，你是真的信耶稣吗？第一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，你这个你看耶稣好像十块钱的事情而已，所以不值得一提。兄弟们，我要告诉你，其中一个主耶稣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喊这个，一二三，把人带到神前，阿妹。跟你旁边讲，把人带到神前，你需要把人带到神前。所以，其中一个主耶稣改变你生命的结果，就是你会让人知道耶稣如何改变你的生命。你同意吗？不敢摇头。你同意吗？但是我们看你们这样做啊，你的同意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？我们常常喊口号啊，人。一人当一人，教会坐满人。但是我看你今天你来到教会多久了？你连一个人都没带啊！你生命出现什么问题啊？兄弟们，我们要开始改变我们，改变我们的心态。也就是说，你问你自己，为什么我生命如此奇怪？耶稣真的在我生命里带人去教会传福音是很自然不过的事情，为什么我没有做？我们还在唱耶稣真真好，哈利路亚，耶稣真真好。你要我、耶稣真真好吗？耶稣真的真真好在你身里面，你们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你没有一点才真的。你哎，告诉你呀、耶稣在昨天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一件奇妙事，你其实不用什么传福音，你的见证是最好的。你没有哎，还够吗？有时候我看到人家讲经也是冷冷的，感谢主啊，其实不是这个样子，兄弟们。我们看到，我们。